嗨，伙伴们，你们玩得很开心吗？哦，真扫兴，看样子我们得进屋子了，雨下太大了。妈咪妈妈，你们玩得太高兴了，不想进去吗？呵呵，我当然看得出来啦。伊森，你怎么了？愿主保佑你，你好像感冒了，至少雨停了。小伊森，你能帮我们从你家拿一条红色的围巾来吗？伊森，别担心，马上你就会好受一些的。小伊森，太好了，伊森，快戴上围巾吧，这样就不冷了，看起来好多了。有时候热饮也有好处哦，尤其是当你嗓子疼的时候，喝点绿茶对你的感冒是很有帮助的。小伊森，你能再帮帮我们吗？你不知道要用哪个茶壶吗？我们需要绿茶，你知道什么其他绿色的东西吗？小伊森，没错，草地也是绿色的。那哪个茶壶的颜色和草地是一样的呢？很好，快倒满一杯，端去给伊森吧。端的时候要小心哦，我们可不想看到你把滚烫的茶水洒在自己身上哟。哦，天哪，伊森，你还是很难受吗？你的轮子很痛，你也还是很冷，对不对？你好像发烧了。小伊森，这里有一种黄色的药可以退烧，让伊森好受一些，你能帮我们拿一下吗？哦，你不知道黄色是什么样的呀？那我们找找看有没有黄色的东西。没错，太阳就是黄色的，那么你只需要找到和太阳颜色一样的药就行了。可怜的伊森，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好了，你马上就不会那么难受了。小伊森，谢谢你能帮助你的朋友，但是在感冒的时候还有一些事会让你舒服一些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一个来自好朋友的拥抱。你们真是太有爱了，好好照顾自己，不要再淋雨了，好吗？再见，伙伴们，下次见。和迷你卡车学习。嗨，伊森，你好呀，你在做什么呀？看见天上的星星了吗？我们用望远镜来看看心情怎么样。啊，好的，出发吧。伊森，我们来看看天上的星群吧。好的，伊森，现在就开始寻找星群吧。伊森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些星星组成了数字六。哼，啊！伊森，这又是什么呢？是一片四叶草。啊！哼，这些星星组成了四叶草的样子。伊森，真有趣。啊，伊森，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别的星群吧。这是一只螃蟹。哇哦，这些星星组成了螃蟹的形状呢。
简直太好看了，伊森。嗯哼。哦，伊森，你找到其他星群了吗？别着急，一定能找到的。试试用望远镜在其他方向搜索一下。伊森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是一个三角形。这些星星组成了三角形的形状。伊森真不错。呀呼！这是一只鸟。哦。星星组成了小鸟的形状。太棒了，伊森！呀呼！这又是什么呀，伊森？哟吼！哇哦，这是你，是伊森。这个星群看起来就像你一样，那些星星组成了伊森的形状，真有趣呀，伊森。呀吼！今天真有意思呀。哟吼！我们下次再见喽。